水间老师呢，能够有这个机会跟水间老师演戏，是太开心了。我也是知道他身体，我也特别想维护他，不要因为那场戏，我还需要推开他，我还不能就是假装的，我还真的得用一点力。可是呢，我不想要伤害到他，只是那方面的一种担心了。我的亲手。